西蒙必须要去承认的确有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摆脱这些问题，可能西蒙就没有未来了。大家一条心才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结果。我们不会创造敌人，特别是在在野党里面，我们不会创造敌人。如果他们愿意 来合作，愿意来跟我们来讨论共同的一个方案，共同的一个策略，我们欢迎。但是你要摆出你要合作的姿态。过去一两年，特别是过去的这个两次的这个周旋，两三次的周旋，都面对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有在某些课题有不同的看法，连共同标志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承认，这个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摆脱这些问题，可能西蒙就没有未来了。如果大家不能够在重大的方向找出一个共同点的话，那么以后我们就很难走这条路。我并不是说西蒙会瓦解，因为我们觉得西蒙是经过过去二十年来的努力，也不能够这么容易就放弃西蒙这个平台。所以这个平台是以一个很长远的一个合作成为基础，特别是行动党和公正党还有诚信党的很多的领袖都可以说有超过二十年的关系。这二十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这些信任，建立起来的友谊，不能够说一下子我们就白白的浪费，白白的就放弃。但是有没有问题？的确有问题，的确我们面对一些大家的想法不同的一些问题，可能大家的那个关注力还有我们大家的注意力不是一致的一个方向，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承认。西蒙必须要去承认的确有问题，所以要在短期内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看大家的智慧。在我这里秘书长肯定我不没有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个平台，所以西蒙我们还是会做出最大的努力来确保西蒙可以有更好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大家一条心才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结果。